大家好，我是徐伟贤。咁今次我喺利马窦音乐剧里面咧，我系饰演渠与葵呢个角色嘅。咁其实喺整个彩排嘅过程里面咧，我好深刻去感受到咧，成个彩排就好似孕育紧一棵植物咁啊，或者佢去 grow 紧一件事咁啊。咁点解咁讲咧？因为我哋其实演员里面都有成无论系live cast 啦、ensemble 或者 dancers。都有成40多個演員在台面啦，咁我哋每次彩排咧都好似砌緊，慢慢將一啲嘢去有個初型，跟住慢慢去堅固嗰樣嘢。咁我覺得導演無論係松哥啦，或者係阿達，佢都擺咗好多心機去灌溉呢個作品咯。咁而我喺其中彩排嘅裏面咧，我自己好感受到咧，除咗我自己去演繹自己嘅角色，去專心自己嘅崗位之外咧。我好感受到身邊的 ensemble cast 其實都在俾緊嘅力量喺呢個戲裏面，咁所以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在呢個戲裏面都同樣重要，咁亦都好幫到我相信呢個戲阿松哥佢咁有心機去寫咗個劇本啦，係好想將利馬竇呢個角色佢嘅堅持，佢點樣去將佢嘅福音傳揚呢一種嘅信息咧，去呈現俾觀眾睇，所以我喺呢個彩排裏面咧。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宗教信仰，我自己就有基督教信仰啦。但是我見到每一個人佢哋嚟到彩排室裏面咧，嗰種高度集中、嗰種專業咧，其實我自己喺當中學到好多好多嘢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支持利馬竇音樂劇。